三年的成果，超漂亮，那个都已经超大了。而且如果他们再过个五六年以后，他们就会可能就会包覆整个水泥砖，那边就整个变成是一个很漂亮的珊瑚礁区这样。我们一下去的时候都是紫色的，很漂亮，但是旁边全部都是海藻，所以就是要把那些海藻拔掉，然后把那个水泥砖上面泥沙清干净这样。培育三年的那个，哦，我觉得太感动了，就是它们长得超级好的。然后刚刚我在清理的那一块是有紫色的珊瑚，就是很像薰衣草生理的那种感觉。哇，你看它都是人工培育出来的，我觉得哇，真的很棒。你没有感动吗？有啊，我觉得刚刚真的很感动的事就是，欸，其实你们狂清理，你们清到还清到旁边去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就是很漂亮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你把它弄更漂亮，把它那些杂草除掉，它是不是可以长得更大？哦，对。这艘船大概吃水一米多。那还好，而且它是三引擎的旋外，对，很快，是Suzuki的。因为我先退开，你们两个。因为我之前的生活大部分都在海上，不然在水下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做水下摄影，全球百大水下摄影师。啊，不要那么厉害，有吓到吗？有吓到，超猛的。我自己也吓到，好不好？他还有两个开头。因为我有个很好奇的问题，如果你做水下摄影师的话，例如你这个氧气有什么问题，或是二氧化碳有什么问题，那你的器材会怎么放？因为其实我们下水都要注意安全嘛，所以下去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潜伴。所以带 body， 所以万一我有问题，至少比如说细节是我的前半，那赶快来，我们互相支援一下。他会帮你拿器材或是什么？器材如果有，对对对，就是他有很多的方式去解决，所以潜水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跟危险了。但是台湾的潜水点其实并不输人哎，因为我举例好了，像澎湖南方四岛，南方四岛，对对对，它的鱼类非常多。那蓝屿它的水的能见度很高，对。然后绿岛的部分，因为它刚刚本来要讲，就我之前当过绿岛的海洋观光大使啊，真的，对。然后也帮那个美国的属地，美国属地马里亚纳，马里亚纳，海洋观光代言人，马里亚纳不是海沟吗？马里亚纳就有海沟，对啊，你不要怀疑好不好？就是海沟，紧张了一下，海沟就在旁边了。对，所以其实等于我的工作跟这方面很相关。那所以这次也会想说，哎，来看看，但第一期是对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旅游的 base， 像他可能就是主播嘛，之前是主播，哦，真的，之前是跑体育的，嗯，对，然后体育线的，对对对，体育，如果我在关注篮球的话，应该是。哇，我们等一下有一个员工，他就是专门打篮球的，哦，这么厉害，好好聊。然后其实像一些企业，他们其实非常的在注重海洋保育这一块，像是日月光半导体，他们其实在这个海洋环境保育这块最近下了非常多的苦功，对，而且他们有成立一个日月光潜水队，听说也是在你们岛上一起秀嗨嗨哦。昨天他们才，我们刚刚送他们离开而已。OK， 他们来，因为我们也去种珊瑚，这次我们有做那个，我们这次没有去近滩，不过。因为这段时间其实该禁都被禁完了，因为这是好事。没错，因为该禁的都被禁完。澎湖是大家开始要注意到这个疫情。对，这是我们有去一个O2海洋实验室，他们就会固定去禁滩，然后他们会把进来的东西做成海废。哦，海漂实验室。海漂实验室，对对对对，我知道，之前有去过。我们是有去玩，然后结果我们去学了一次之后，我们现在看到什么东西。都想把它，我们都把它做出来，对对对对，真的，真的，这是好事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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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刚刚想说，就是企业他们还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月光他们希
望在3年内可以清除500公吨的海岸跟海洋垃圾。500公吨、哦，对，那到时候要不要全部送给你？那個、哇塞，500公吨，艺术品做馆，可以开一个艺术馆的。啊，主要这是我们来的是因为让大家对原备岛其实不太熟悉，连澎湖本岛人都很少会来原备岛，嗯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它算是一个没有过度人旅游的地方。那如果现在来做，来上的游客他们就知道这个概念的话，来到这岛上他们就会以这岛为主，或是以这岛为一个出发点，然后慢慢大家去到任何地方都会有那个观念。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讲的、啊、就把它当作一个教育的基地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上岛我耍废岛，我也去规定你不可以用那个是重复性，对，单一使用的塑料制品，没错没错，然后尽量环保重复使用。那我觉得这个教育下去之后，大家上来就会有这个共识。因为很多人觉得，哎、欸，我做环保，我一个小小力量没有什么用。但是我朋友也没做环保啊，他也是这样。但是我觉得慢慢的越来越多人这样做，其实团结力量大，大家就会就会有改善了，哪怕是一点点，那也是改善。像我们也是，就是环保袋、啊，环保袋，对啊，刚刚还去采买了一些零食，赶快塞进来，对。像我环保，我都没有穿内裤，真的，真的我都不穿，我都不穿内裤，环保的，所以不用洗，然后减少那些洗衣粉飘了，没错没错。哇、哦，好多带咖啡客满的啦！哇塞，买不到，你自己看那什么买啦、啊？出力没？会不会是代班，然后生意更好？只要代班，他代班。哎，这位有点面熟哎、欸，这位朋友，来我们这边，真的不行了、啊。哇塞，大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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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！等一下，可不可以先让我插队一下？不好意思各位，让我插队一下。我有两位贵宾必须先调两杯、哎，你们喝咖啡不行的，不行的，我这边等很久呢。对啊，这边不行啊，不行不行，是我们3点半下班的，这是节目组安排的。哦，好啊、我等一下去买，然后等买现成的，请他们。不行啊，要调两杯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。波比的咖啡哦，武林波比，因为我们有去那个龙兴宫，有去过炉哦，还七圈，峰哥有去绕了七圈，对，我知道，所以喝了就是风调雨顺哦，波比，对，波比 ，OK， 这叫洋葱咖啡，洋葱喝了会有感动，没有洋葱，还有他自己手冲的咖啡，洋葱咖啡，哇，你今天有带装备，知道下水是？对啊，因为我想说这次来这边就是因为很特殊嘛，因为刚有在聊嘛，跟金子在聊社区再造，然后。海洋的东西你也知道，这是大环境。叔叔的专场，叔叔的专场，大叔的专场。对、啊，你们本来就认识了吗？我们是好浅半吧，好浅半。回家30米的时候，哦，对，一起。但我还是一个快浮不出水面的鸭子的时候，就是他常下去不想上来那一种的。哇，没有，没有，那时候带着陪着大佩跑蛮多地方的。菲律宾他很熟哎，没有很熟了，我熟个地方而已。哪里 ？El Nido。哦 ，El Nido。对，没有熟，是之前很想去。艾尼岛，艾尼岛比较度假风。拜拜。对，现在比较度假。哎、欸，世界很小，先给他们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哎、欸，你们有自备？哦，他们自备那个环保哦，环保杯。然后你们超棒的。那就有自备环保杯的话，我们就打折，打折，半价，好好，50。欢迎光临，等你来加一。